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的是位于大停车场旁边的小飞羊火锅。最近他们每周二推出自助火锅，还没有进门就看到大量的食客在门口排号等待用餐。那么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小飞羊，看看店内具体的用餐情况。一进门，呈现给我们的就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用餐景象。通过服务员的介绍，我们了解到，今夏每周二小飞羊都会推出自助火锅。每位23元，用餐限时为1个半小时，除酒水以外的底料、小料和食材全部包含在内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食客。对，氛围可能比较好吧，气氛可能比较好，然后环境可能也挺好的。喜欢吃火锅嘛？在地方差不多也这边最好的火锅了。Very healthy and it's an interesting process. You know, you don't just come to eat, you also come for the process. Life P2P 前方记者现场报道。